继早前安顺儿童之家的探访后，柳田雨红引娱乐再次让 A 级歌手们出发到位于安邦的雪兰儿残障中心进行探访，而主要的赞助单位 Beauty 也特别捐献了自家的洗发露。雪兰儿残障儿童中心成立于1998年5月1号，是一间残障儿童之家，主要收容先天性及后天性脑部不健全的残障儿童，为他们提供住宿、医药及教育等。目前雪兰儿残障儿童中心收容来自三大民族的29名残障人士，这些不幸人士大部分都是被父母遗弃，一些则是在街上流浪，由公众人士送来中心。雪兰儿残障儿童中心目前每月开销约17000令吉，经费由固定团体捐助帮补。与大家区隔的是被绑住手脚的女孩，院长平表示要大家体谅，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女孩伤害自己或别人。你要的什么我都给，我其实很想跟他讲话，可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理我。我先等下再回来。里边厢，院方将男女生给区分开来，躺在床上的几乎都是17岁以上的青年。刚开始的时候，歌手们都小心翼翼的，怕碰伤他们。而院长说，他们没办法进行手术的治疗，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大家口中的俊爸爸还是最有办法逗孩子们笑，那里的大部分孩子都算活泼，虽然肢体和语言有障碍，但大伙儿依然能从他们的表情与动作中体会他们。他以为这是把我等过来。 OK 啊，我还蛮享受的，你看他是那个力度刚刚好，很适中。太兴奋了。每个人的呈现方式不同，可能这个就是他对我的爱。 Yeah, love. 面对这个22岁的女孩，没办法自行翻身，没有太多的表情， Suki 陪了她好一会儿，还是哭了。张怡博语中紧话，似乎希望用双手温暖每个人，不断的轻抚病童们。 Vion 与 Stephanie 看起来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尝试着与院内的病患者接触。 Stephanie 更是让害羞怕生的病者紧握着自己的手，就这样握着好一阵子。让他抓住我的手不要放，他跟他的手讲话，我跟他讲话他太爽了，叫不要咬脚，他现在把脚抬起来太凶了。因为我觉得不明白，你只要抓着他的时候他就不会放，所以他很害怕。他会闪镜子。他讲这个是那个保险丝啊，拿掉了。我不懂要碰还是不要碰，因为碰他的时候 他眼神他叫我不要碰他，我也不敢碰，可是看他很辛苦，要移动他的脚，爱莫能助。大女人黄明丽也卑躬屈膝地为名老病者按摩，而另一边则有个热情的男病者表露出他对探访者到来的喜悦，看看俊被抓着不放就知道了。 okay, okay. 他也要出来是不是？他要出来吗？他可以吗？他可以出来了。快点快点，你让他出来。
歌手们透露，来探访的前一天大家都失眠了，而探访过程中大家都大感天意弄人的无奈，所以都心疼的流泪了。我们是幸福的，有着健康的身体去生活甚至追梦，看着病患者卷曲的身体却又无能为力，看着让人心酸。其实除了在固定的节日，病者们更喜欢随时登门的探访者，或许他们没办法与你聊天，但这种陪伴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幸福。爱你我学会更多，失去和拥有都是成长的经过。也是很激动啊，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而且来到的时候很期待，然后很期待，然后睡不着，在面子书上面有讲到，都一直叫 Fiona 叫他睡觉，我们好几个都失眠，那我为什么？但想要在这里呼吁大家，就是多一点来看看他们，或者是给他们多一点爱，多一点关怀，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合集跟演唱会的门票能大卖，因为我们有部分的那个盈利呢，会捐给这些有关的慈善机构，这样子。再呼吁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点就是雪兰莪安邦儿童残障中心，所以希望呢你们可以多多关注这个残障中心，然后有得空的话要多一点抽空过来做探访。其实感受到了很多，那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其实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还有真诚，那其实他们的眼神当中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我觉得是一种爱，对，是一种爱，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多多付出你们的爱心来关怀这群真的是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Hello 大家好，我是比较陈慧英，哎，转型人啊，嗨嗨，继续我们的访问，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刘慧欣。我们只是其中一个，我去跟他握手，他就捉着我的手不放。对，他完全捉着不放。我觉得他们都很缺乏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没有办法今天来到这里，但是今天难得来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们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能给的爱。我一直怕生气，打是情，骂是爱。对，因为俗话说得好，打是情，骂是爱。他已经进来已经打五六次了。再下去。他跟你很投缘啊。哎。哎呀。我们试完全部都可以选的。哎呦哎。OK， 来男生。他知道你是男的，不能聊。哦，男的，他知道你是男的，你不能我是女的，懂吗？原来是男女之别。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来到这里就是看着他们，有一些甚至是没有办法自己行动，长时间都必须躺在床上，那他们真的。你很难控制自己的眼泪，怎样都会感触啦，一定会感触。我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我们对啊，平时还埋怨什么？对，我们平时还埋怨够了，还埋怨什么？他们都可以那么坚强。对，我们这一些受到的挫折算什么？所以就希望他们可以，有很好的环境，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这个活动、这个演唱会，然后多多支持这个残障儿童中心，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环境成长。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来看他们。开饭了！哎，可是这个呢，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呢，今天所有这里的朋友们要吃的午餐。那现在我们看到 Suki 很努力的在为这一个很可爱的 baby 在吃东西 ，baby。我刚刚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自己叫 baby。对，因为最近很流行 Angelababy 嘛，他叫 baby。怎样喂孩子吃饭的感觉？其实我都时常会做这个动作的。真的哦，这样你应该是一个好老婆哎。啊？他没话讲，没话讲，没有话讲。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喂一个人吃东西真的很花心思，因为你要疼他，然后要知道他要吃什么东西，对不对？好像这个 baby 这样，他就是不吃青菜，然后你要给他看到全部的白饭，他才会吃，不然的话他就不要。所以我呢就会喂这个狗狗在吃东西，这里。
哎，好了吗？你的第一口吃饱了吗？刚才我喂他第一口，就慢慢的在咬，慢慢的咀嚼，然后现在终于吃好了。但是你喂一个人吃东西，你要跟他的节奏，要 slowly 慢慢去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你不妨也多一点来看一看现在的这里的朋友，然后哎呀，去了解一下他们。你看，哎呀，看这个鸡凯，你吃饱了没有？哦，他骂我了，他讲你可以喂他吃东西。哎，他真的很懂事。你好，不然来摆一个 pose 给他。耶耶。OK， 我要开工了，不然我被他骂的了。OK， 哎，几歌手们说，探访是一种收获，你会知道你的生活很幸福，我们都该知足了。哎，几歌手的合集已经推出，10月1号的 A 级男生女生慈善演唱会也已经公开售票，部分的收入会捐给曲兰儿残障儿童中心。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与倪安东以及 A 级歌手们一起行善呢？哎呦，阿俊，哎，喂，你的脸好美嘞，她也很漂亮，不是一样的，哦，是啊，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我们有呢？现在？因为它是限量版的嘛，对，只要呢你购买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入场券呢，就可以有机会以这个优惠价呢，哎，买到这一条链哦。天使的爱，对，就是购买价值168元，还有88元的演唱会入场券，而且这一条链呢，好厉害哦，它是以我们这个 A 级男生女生呢和这一个。加拿大著名的配件品牌，没错，一起合作 Original， 所以一定要多多支持，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拥有这个天使的爱，天使的爱，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拥有这一个天使，只有你们有咩？我们也是有啊，当然有啊，所以我们都很有爱，受不了，爱太大了，爱。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我们的 Facebook A Charity Concert A 级男生女生慈善演唱会，任务成功，看你爱找 Bucking 是不是地方啊，对对对，走哎，跟我们走，拜拜，拜拜，拜拜，最高的那个声音，拜拜。